很辛苦，这么便宜能吃到牛排耶。安妞，大家好，我是小溪，终于来今天了。今天是我离开这个饭店的嘞，虽然我今天应该搬到我家种你心里，可是我很想出去餐厅吃饭，感到台湾的气氛，所以我改计划了。我们等一下搬到我心里，然后一起看我过的晚户第一次干什么。所以今天我要努力准备，我要化妆，我要打扮出门，还有我因为来台湾，所以从韩国开始了一个管理。噔噔噔噔，因为在韩国的话，只夏天的时候穿这样短的衣服，可是在台湾的话，50%以上穿这样短的衣服吧，短的不止这样，所以我觉得应该要管理我的毛毛。我之前化妆的时候突然看到了我的那个人中猫，이게한번보이기시작하면은계속보이는거아시죠。所以我在韩国买过评论很好的除毛机，当时好像有效果，但是用了一次就不用了，因为使用那个后我的这边变红了，虽然过了一天就好了，可是제가임종이미빨개진거를보고나서한번더못쓰겠더라고요。而且过天有重要的事情，变红的话怎么出门有点怕了，所以不用了。但是我这次发现了，皮肤不用担心变有问题的除毛机。本来用这样的除毛机会有什么感觉，尤其是会烫，可是这个一点也不烫，一点也不烫，所以我以为第一次用这个的时候它坏掉了，真的。这个是和手机一样很近，真的拿手机的感觉，这样轻的话也可以带着出去吧。还有这个箱子里有墨镜，很好奇吧，为什么有墨镜，我告诉你们，왜냐하면 IPL 이라는되게강력한기술이여기에내장이되어있는데그게강한에너지를내다보니까이렇게보호할수있는안경이필요한겁니다。나我戴墨镜给你们看我挂帽的样子。안这边打开，然后阳光的话可以除毛。이렇게1단계부터5단계까지강도를조절하면서쓰면됩니다。이렇게두개버튼을이용해서쓰는방식이라很简单，很方便。先看我刮毛的样子。本来这样使用的话应该这边很烫，可是真的一点也不烫。还有看到了吗，这是平面的设计，딱여기붙어서제모를하는방식이기때문에더효과적이겠죠。可是这样能力很大的话不会刺激很大吗？可能会担心敏感的皮肤。그래서이거반짝반짝하게사파이어가삽입이되어있어요。因为不会烫很冰，所以也可以抹，很安全。所以让体感温度保持10-30度，皮肤也不会变红，还是很白吧。其实我的皮肤也是敏感的皮肤，可是用了3-4个礼拜也没有问题。我之前看过韩国明星用这个，当时我也很好奇了，现在才知道了，非常方便。在这边可以购买，而且有公司优惠，这个价格可以再优惠300元。购买的时候记得写我的名字，你耳机给你这个。我本来考虑过去美容院脱毛，可是每次订阅去很麻烦吧，而且不长期的话没有效果。我用由来可除毛机以后没有麻烦了，能省时间省钱，真的推荐给大家。我们一起准备干干净净的脖子是这边，那我继续准备，然后在外面见吧。
好久没在外面拍影片。一二三，加油！所以我搬东西，然后出门了。可是很热，超热。我现在看起来还好吧，可是超级热。还是刚才看到又拍了，还是我们，所以我决定了，我要吃烤肉。牛排好吃吧，大家也喜欢牛排吧，我很喜欢牛排，我从韩国到现在一直想吃牛排，也是烤肉，烤牛排肉。老板可以在这边拍影片吗？可以啊，请拍。谢谢啊。那个外面有面包的是什么？还有那个酱可以放开给我们，那个胡椒酱可以放开给我们，放开给我们。面跟肉，酱和肉。我的人生中第一次吃的牛排是就这家，刚好突然发现了，我吃好几次牛排以后知道了，公开这样的话，我觉得更好吃。잘먹겠습니다마이크까지켰으니开始吃了。원래소스를다듬듬지않았这边给煮完了意大利面，这是牛排汉堡，牛排酱蛋，然后再牛排，哎呦，我很喜欢这个，你们很辛苦，这么。便宜能吃到牛排，大家很辛苦。你这么辛苦吗？我的第二部台湾生活中最辛苦的时代。来一个卤蛋。好吃，我的裤子有脏，很害羞。啊，五六分钟就吃完了，所以我这么懂牛排了。我的裤子。防护牛排馆，没想到我今天吃牛排，好了的话，我下次有机会吃。我来大安公园的，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也听过，大安公园是一个有名的公园，所以今天来了，感觉很大，然后散步的人也蛮多，跟他。一起来了，这样带着出去也很近，没有影响。我今天心情很好，吃到牛排，还有今天化妆出门了。我刚才化妆前也用这个了，所以我的隆重。今天已经用了四次，所以。我的人中已经没有什么了，很干净了，所以感觉今天化妆的也更好，皮肤看起来变更白，真的，我觉得现在已经我的毛毛
不用这个了，已经都没了。公开我的腿，诶，다리도，还有여기팔도，그리고수지这边也知道吧？这边也很干净，完全没了。谢谢你，因为你我到台湾生活更方便了。那我要我继续走走。芒果，本来九月没有芒果吗？아쉬운대로이걸온거야저거얘하우즈보지짠没有计划的鸡翅去生活用品